上止水。一般是会切的大，可是我们会把边边去掉，然后在饭店的时候，还是比较多的金额嘛，是不是？我决定这两天立刻利用。啊，冰水太冰也最会。23岁的女生。
海上男儿之腊肉炒高丽。哎呦，有梗啊！黑炒五分钟，对吧？里面有腊肉、洋葱、高丽菜、辣椒等等，混合起来。那因为我们这道菜哦，因为锅子有点小，所以我们要分批炒。所以这个料先炒起来，再炒高丽菜，因为高丽菜就是比较大型，不容易熟啊。那我用最简单的方式，我们在店里要什么